来，我现在玩这个游戏吼，最重要就是酵素的价格啊。来，来不嘴了，快点！销售价格，我现在等不及，要赶快让他们结束了。一五，谁要？哎，又掉下来了哎！像素价格很奇怪啊，昨天看明就9000万，我不管。来，谁要我的？这里的菜呢，蛮稀有的。1:88，你好。那这边呢？我是因为厌倦都市生活来到这里，哈哈。哎，故事好笑。我最重要的是看装饰品啊，装饰品给我看一下好今天更新了3个装饰品啊，昨天。我说我们立马。再来。我们一个单纯讲哦。哼，你应该先缴上去交易所啦。鸟蛙，30点，学有工作体力节省一。为了小鸟家族的温馨小窝，设置呢，它感觉让人找到闹许多呢。一样可以建交易一个啦。然后这是很像有新生树屋吧，超有趣。嘿，你可以看一下别人有没有，然后可能那个鸟就会从那个树窝里面跑出来，下水道也蛮帅的。